这个名片是给我妈妈写的，我在这里写了：亲爱的妈妈，我在中国待得非常精彩，迫不及待把你拉到这边，拉到福建这边，以便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神奇的地方。爱你。我很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，Eu sinto falta de Santo Tomé e Príncipe。我觉得在中国很好，在中国，生活很方便，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很好呀。那我写的是“谢谢你的灵感”，然后荷兰语写的是 “Bedankt voor jouw inspiratie”。那这个是写给谁呢？他是一个UP 主，他是叫戴卢克，他之前也参加过那个比赛，然后他得了全球的第一名。所以啊，可能我见不到他，如果不进去那个前30吧，所以我就送给他这个。当然希望我会进去。我的奶奶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然后我想对我的奶奶说，请不用担心我。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，我与他们一起谈天说地，我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。所以说，请她放心我。我很想念我的家乡。也很想念我的朋友和家人们。这里是下岗村，真的很美，你可以看。更多的是很开心能到这里，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。就是家永远在，我们要往外面走，然后再回家。